气死我了！哼，小高居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看大情妇，现在是要外遇了吗？如此不爽的早晨，我就要帮他做报复性发生同事。才结婚没多久就看这种电影，你看我会怎么对付你？期不期待今天的早餐呢？小情妇就算了，现在还给我来个大的是什么意思哈？下面那片泡不到就给他吃吧，根本就不应该认识他，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的煎好咯，金黄漂亮。撒点肉桂粉，放一小块奶油、蜂蜜，还有一些水果，看起来真的超好吃。也有一些喜欢的蓝莓。哇，我的早餐完成。再来是看情妇的这一位，我们肉桂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，就像我的心蒙上一层深深的黑色一样。他的水果完成，老公吃饭喽。再看你个大情妇啊！老婆，我是看这个哎。老公，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偷藏私房钱是不是？我是想讲算算的啦，为母亲节礼物给你。那你怎么会有钱？靠你刷欠的。老公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偷藏私房钱是不是？我是想讲算算的啦，为母亲节礼物给你。那你怎么会有钱？靠你刷欠的。不用，那我自己去买就好了，你不用剪了。老公，如果很错，你看这根形状超奇怪。你真的是足变态，你知道变扛起来足变态。老公，你给我做。我的拉汤好喝吗？你做变态，你都唔惊甲亲情五十看到咩？你要连叫伊老公就好啊，拜托，叫伊老公就好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老公，你怎么臭啊？像这样喝酒，像在酒店吗？差醉呀。差在哪里？你就等他回家，你出门。讲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来。你跟我进来，走。不是啊，叫你买个东西，买个咖啡，然后还要逛香肠摊，到底搞什么啊？走快点啊！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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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什么鬼啊？快 ！Hello， 老婆，宝贝，谢谢你帮我买咖啡啊。你为什么那么生气的念妈妈呢？是啊，叫你买个东西，买个咖啡，然后还要逛香肠摊，到底搞什么啊？走快点啊！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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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什么鬼啊？快 ！Hello， 老婆，宝贝，谢谢你帮我买咖啡啊。那谢谢，我们要出发喽。